以及所有在座的各位，请恁大家听本座一句话：快乐，莫甲面鬼面怪，紧落来啦！阿嬷，陈美玲怎么跪落来？阿娘，敢毋是马祖娘娘变态？叫伊马祖娘娘有事搞？本座将此事细细问明，怀德真心本是当年观音菩萨赐予本座的莲花玉壶，观音菩萨依座下莲花化玉壶，点化本座。莲花也就是玉壶，玉壶就是莲花，只是肉眼甲凡夫硬要甲区分。佛即是道，道即是佛，予本座经由佛法人生道是。心是注定的，花是花肉，肉是筋骨。本座调见天地之时，就是手提厨壶，在顶头书写日积月累，最能开启智慧，明辨是非。搁再加上当年渐渐本座的神气，所以莲花玉壶嘛开始有伊的灵气。因为安尼，本座才会派莲花玉壶下凡历劫修行，谈好本座本座。日后救苦救难，度化救世。花友，是那个花友，真正是马祖娘娘所赐。莲爱官小姐，你的天命就是要来帮助花友。九龙河河北，本座派你去辅助花友，辛苦你了。多谢马祖娘娘。恨天地君的手下天将，请你登去禀明恨天地君，此日神拢是遵循天命来辅助怀玉，而且白虎者嘛并无犯戒。遵旨。潘金山，你敢无心慌？不慌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可以挽着怀玉不动，也可以挽着龙神仙阻止我受妖。但是我不应准，白虎者思维妖怪，不是本魂，变化的娘，妖怨人间。拄则白虎者已经讲过，伊是为着报恩，才会化身做温人的模样，较好方便查探害死温人的凶手，以及照顾温人的缘故。妖怪讲话，我不相信。那你本座所讲的话呢？是讲话，我也不相信。什么人所讲的话，你才肯相信？除非证人，我才要相信。你真正是食我食狗，可是我若找有人证，我想到一找要找十几年。你唔免烦恼。好，既然你要爱证人，阮就都给你证人。乌白无常，带证人来。是。Yeah.
有一个查某囝，伊快经过无久的时间，伊的声音，阿娘你我都拢袂记的。我困，你怎知阿娘在想你？我困在里头，我困。阿娘，我困我嘛在想你的。来，阿娘小姐，我阿娘小姐。阿娘啊，查某囝已经予人害死啊，下昼倒踮伫阿娘的身躯边，享受阿娘的疼惜。韩坤，你真是去予害死！哦，我一个可怜的查某囝，我一个可怜的查某囝。你确实是被人害死，那你本尊问你，当初一定会知，敢是有人挑工放火？妈妈做娘娘，摸唔着。本尊搁再问你，你敢佮伊个清楚认出来，迄个放火人是啥？当然嘛有，迄个来源，我永永远远拢袂放袂记。本尊即摆问你，迄个人是啥？就是。